首先的话，那么稍微回顾一下我们上午讲的一些新东西啊。上午的话，我们主要是说了这个条件语句里面的啊，条件语句说了一个什么呢？说了一个 switch 这个用法是吧？实际上这个 switch 的话，就是说我们的多重 if else 这种条件语句的话，可以改成这种 switch 的形式是吧？ switch 形式怎么样呢？就是它的性能更高啊，它的性能更高啊。如果碰到这种多重的话呢，建议用这种方式是吧？这种方式应该是比较清晰的，而且性能更高啊。这是关于这个多重 if else。那么的话，接着我们说的是关于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运算符的一些啊，复习了一下运算符。其实有很多运算符的话，大家在 Python 里面已经学过了是吧？我们只是复习了一下啊，有个别的不一样是吧？那么有关于这个三等于是这样的，这个是条件运算符啊。这个三等于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说我们这个 JavaScript 里面的双等于的话，它会怎么样呢？先把左右两边的这个变量啊，就是先转换成同一类型是吧？转换成同一类型再比啊。如果说我们在严格的要比较这个变量类型的时候再比大小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可能就用派不上用场了啊。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就要用什么呢？三等于是吧？三等于的话是什么？先比较类型，然后再比较这个它的大小是这样的啊。如果说这个什么呢？这个类型不匹配的话，那么就什么呢？直接就什么不用比了是吧？那么双等于就是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它就是什么？它有一个转换，先把它转换类型的这样一个操作啊。好，这是关于这个双等和三等啊。接着我们说到的是关于这个什么呢？这个 and 是吧？而且这个或是吧？或者这个否啊？这个跟 Python 不一样，它是谁直接用这个符号是这样的，用符号啊，两个这个的话表示 and 而且就是什么呢？而且的这个条件的话，所有的条件都需要什么呢？是 true 的时候怎么样才是 true 吧？如果有一个条件是 false 的话，那么就整体就是 false 啊。或者的话是怎么回事呢？或者的话只要一个条件之中有一个条件是 true 的话，那么整体就是 true 是吧？这样子的啊。否的话怎么呢？就是将当前的这个运算是吧，这个条件运算的这个值呢再取一下反，是这样的，取一下反啊，就否啊。好，那么的话其他的应该差不多啊。不等于的话就是说不等于的时候才是 true 啊，等于的时候才是 false 是这样的啊。好，其他的应该都相同啊，就类似啊。这是上午讲的这些运算符的东西啊。好，接着我们说到的是关于这个什么呢？关于这个数组的一些操作是吧？数组的什么创建呢？以及一些操作的方法啊。那么数组的这个创建和操作方法呢，这不有些方法是比较常用的啊。好，我们说一下这个数组的，就是常用的，比如说我们的数组啊，获取一个数组的这个 length 是吧？数组的成员的这个长度啊，数组成员的长度用 length， 然后的话。给数组操作数组的某一个成员啊，那么就用下标是这样的，下标啊，这个下标是什么呢？是从零开始数的，是这样的。然后我们这个 length 的话，它是从一开始数的，是这样的，这是它有点绕的地方啊。比如说它里面有四个成员，就是四个，但是什么？你想操作第四个成员的话是什么呢？就是 a list 的什么三嘛，是这样的，它从零开始数啊，所以这两个数是不一样的啊。好，那么的话接着讲到的是关于数组的一些什么呢？成员的增加和什么呢？删除。这个 push 和 pop 是一对是吧？一个是从后面什么呢？增加一个成员，一个是从后面删除一个成员是吧？啊，好，那么的话还有 unshift 和 shift， 这个是一个是从前面增加一个成员啊，一个是从什么前面删除一个成员，是这样的，从数组的前面啊。reverse 的话是将数组整个的反转啊。index of 这个方法是什么呢？就是给他一个成员，然后他可以怎么样呢？找出这个成员在这个数组里面的索引值，是这样的，索引值啊。这个索引值的话是从零开始数的啊，记得啊，从零开始，就是它的下标值啊，下标是这样的，下标值啊。然后的话还有一个 split 的这个是什么呢？就是切是吗？切数组，然后是加成员啊，它就有三个参数。第一个参数什么呢？就是开始的这个位置，这个位置从零开始的啊，就是索引值啊。第二个这个值的话是什么呢？就删除几个数是吧？如果你不想删除的话，或者删除几个成员，
如果是两个的话，就是删除两个成员，如果不想删除的话，这个是零，是吧？那么后面的话就是你要加的成员，就是在这个位置上再加成员进去，是吧？比如说你写两个就加两个成员进去啊，相当于什么嵌入到这个插入到这个数组里面，是吧？好，这是关于这个字符类似啊。接着我们要说到的是还有一个什么呢，将数组转化成字符串的，这个是什么呢？ join 是吧？ join 的方法啊。 join 方法的话，这个方法跟其他方法不一样的地方是，它是什么呢？数组用这个方法之后会返回一个字符串啊，数组本身是不会变的，是吧？像其他的方法数组本身会变啊，数组本身会改变成另外一个数组啊，这个的话是什么？它会返回一个数组啊，按照字符串拼的一个什么呢，一个字符串啊。好，这里那么上午可能讲掉了一点，就是说如果这个 join 的时候怎么样，如果这个里面是一个空的字符串，那么是怎么回事呢？就把它们怎么样，中间就没有间隔了，就直接把数组直接拼成一个字符串，明白没有？就是这个 join 的时候如果没有这个什么呢符号的话啊，那么是这样子啊。好，这个的话就稍微演示一下，比如说我们上午的这个数组是吧，数组的时候这个数组啊，这个是 join 什么呢？ join 的时候用这个是吧。好，假设说我这个时候直接用 join 的时候不加什么东西啊，好，把这个怎么样呢注意一下啊。好，如果说是我们这个 s 什么 str2 是吧，str2 然后等于这个 alist3 啊点 join 是吧， join 然后是这个什么呢，直接用个空字符串，是不是这样的，这样 join 啊，这样 join 实际上就是把这个数组里面的这个字符串呢这些成员挨个的把它拼起来啊，拼起来生成一个字符串啊，就这个意思啊。这个 join 的话是看一下啊，把这个两个对比一下吧，这个 join 是生成这个啊。好，比如说我再弹一个是吧，这个是 str2 是吧，看一下啊。好，这个 join 是生成 afg 是吧，中间这个是什么用横杠拼起来是吧。好，再来一个啊，这个就是直接把数组的成员拼起来生成字符串啊，就相当于字符串相加一样的啊，直接把它拼成字符串啊。所以说你想把一个数组的成员这样的机械的把它拼起来的话，就这个 join 的地方怎么样，就直接用一个空字符串就行了是吧。好，就是关于这个 join 啊。好，接着我们再来说一下就是其他的啊，那么这是关于数组的一些什么呢，数组的一些操作方法啊，操作方法。好，那么我们说到的是什么，还有一个多维数组吧，多维数组的话怎么样，就多一层，是这样的。然后比如说我们操作这个多维数组的话，那么就用两个下标值是吧，比如这是二维的，用两个下标值来操作里面的成员啊。好，多维数组。好，接着我们说这个，如果说我们想批量的操作数组里面的一些成员是吧，那么就要用到什么循环吧，就是说数组里面有很多个成员，如果是少量几个没问题是吧，如果是有多个的话，我们想批量操作这些成员的话怎么样呢，是不是要写很多句啊是吧，那么我们就用这个循环的话可以怎么样，可以一次性的写一句是吧，写一句之后怎么样，用这个循环来是吧，挨个的来操作这个什么呢，数组里面成员啊。那么使用最多的什么呢，就是这个 for 循环啊。 for 循环的话它在里面有一个固定的写法是吧，定义一个变量是吧，先定一个变量，然后什么呢，给它一个范围啊，然后每一次加是这样的，然后这个范围的话就有这个范围有多少个，它就什么呢，就会循环多少次这里面的语句啊，这样的话就可以什么呢，就可以批量的操作数组的成员啊。那么的话根据这个的话，我们就做了啊，讲了一个例子，然后做了一个例子是吧，这个例子的话是什么呢，分别弹出这个数组里面的成员是吧，那么用 for 循环啊， alert 这个数组，然后用下标用 i 来表示是吧，就可以挨个的操作这个数组成员的啊。那么的话第二个例子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讲到的什么，实际开发中经常用到的，就是把我们从数据库读过来的数据，然后的话怎么样放到页面上去，是不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可以什么，将这个数组的话就是循环的话，然后循环拼接成一个字符串是吧，就是我们页面上用的一个字符串啊。比如说我们上午做的是这个例子是吧，
我们页面上不是做了一个类似这种结构吗？是吧？这种结构啊，这种结构的话，里面这个数据先是什么呢？先是做的假的，是这样的啊，做假的啊。好，这些数据的话是做个样子的，最终的话读真实数据的话，我们把真实数据也拼成这个样子，是吧？拼成这个样子，然后塞回到这个地方来，是这样的。塞的时候我们怎么拼的时候怎么拼呢？就是用这个循环，是吧？循环取得这个数组里面的这个成员，是吧？然后的话把每一个成员呢，左边加个这个，右边加个这个，就是要拼成跟怎么样，跟这里面的一样，是不是这样的？跟这里面一样啊。那么我拼的这个过程相当于是按照这个模板来写数据吧，按照这个模板来拼数据，是吧？最后的话再塞到这个地方来啊。好，这是关于这上午说的这个这个放数据到页面上，是吧？这里有个技巧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啊，这个 str 是吧？ str 先定一个空的字符串，然后每次怎么呢？我要是加等于吧，是吧？加等于啊，加等于 str， 加等于就每次再加到它上面去，是这样的。最终把这五个字符串拼完之后，每个呢，每个这个前面加一个这个，是吧？最终拼成和这个模板一样的这种格式，再放回来去啊。这就是这个把数据塞到页面上这个原理啊。好，这是大概是关于上午我们说的一些东西啊。好，那么我们接着往下面说啊，接着往下面说。好，接着往下面说的话，那么接着是说的这个关于另外一种循环啊，就是这个 while 循环啊。while 循环的话，那么就是啊，和这个 for 循环类似啊，那么它就是这么写啊，写法是这么写的，是吧？ while i 小于8啊，然后 while i 等于0， while i 小于8怎么样呢？做什么事情吧，然后 i 加加，是不是这样的啊？这种写法啊。好，这种循环的话一般就是说比较少用啊，比较少用啊，就是大家知道有这么个循环就行了啊，大概是这么写的啊。好，这是关于这个 while 循环啊。好，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另外一个东西，是关于这个我们这个就是关于数组的经常考的一个这个题目啊，就是面试里面经常考的一个题目，叫做这个数组去重啊。数组去重的话就是像 BAT 都会考这个题目的啊， BAT 啊，他们也都会考这个题目啊。这个题目的话就是实际上是考什么呢？考数组的一些什么呢？数组的一些用法啊，以及一些逻辑，是吧？一些逻辑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一个数组里面怎么样，如果一个数组里面如果有很多个成员，是吧？那么这个成员怎么样呢？如果有重复的，是吧？我想怎么样呢？我想把不重复的成员把它拿出来，是吧？把它挑出来，重复的就不要了啊。这是一个相当于是对数据的一个什么，一个清洗的过程，是吧？清洗数据啊，清洗数据的过程，就是重复的成员不需要啊。那么这个时候的话我们怎么做的呢？它的这个原理是什么呢？就是啊，就是用了一个 index of 的原理是干嘛呢？就是每次这个 index of 是吗，它返回的是第一次出现的一个索引值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数组去重啊。这个数组去好，数组去重啊，那么这里先来一个数组，是吧？好，来一个数组的话，这个数组是什么呢？它是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个有很多重复性的数组啊，比如说这个 a list 啊，等于一个这样一个数组，是吧？比如说这里来个2 3 4 5 6这样的一个数组，是吧？啊，尽量的有重复的，是吧？好，这样一个数组啊，它里面有很多重复的项啊。好，这个时候的话我要把这个数组呢把不重复的挑出来，是不是这样的？不重复的挑出来啊。好，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做呢？我们可以这么做啊，就是先什么呢，我可以新建一个数组，是吧？然后把不重复的什么呢放到这个新数组里面啊，比如说 while a list 什么2啊， list 2等于一个什么呢？等于一个空数组，是吧？先这么定义，是吧？好，定义完之后我怎么样呢？我就循环一下这个数组，是吧？循环一下这个数组啊。好，怎么循环呢？那么先要什么呢？获取一下这个数组的长度，是吧？获取一下长度啊。
好，我可以如果是快点，我可以先用一个什么呢？先用一个这个长度把它存下，是吧？比如说这个 i len 是吧，等于这个 a list 它的什么呢？它的这个 length 是吧？ length 啊。好，然后的话干嘛呢？我们来这就循环一下啊。for 是吧？是吧 ？i 等于零啊 ，i 等于零啊 ，i 小于这个 i length 是吧？认识啊，然后怎么样呢啊，好，然后是 i 加加是吧， i 加加啊，好，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啊，那么的话 i 加加，然后我怎么判断呢，就是说我放哪个数据到它里面去，是这样的啊，到它里面去啊，我就判断一下什么呢，判断一下这个成员啊，这个成员的话怎么样呢，它是不是第一次出现的，第一次出现什么意思呢，就是它的索引值啊，它的索引值等于它的 index of 的这个值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再来复习一下刚才那个方法啊。好，这里面有个方法，就是数组的方法是什么 ？index of 这个方法吧，它可以返回数组中元素第一次出现的索引值，是这样的，第一次出现的索引值啊。好，那么的话怎么判断呢？就是判断啊，比如说这个是第一个成员吧，这是第一个成员啊，我先把它拿出来，那么是 if 什么？if 这个第一个成员就是 i 等于零的时候是第一个成员吧，是吧？那么是 a 什么呢？这个 list 是吧 ？a list 这个 i 是第一个成员吧，是吧？好，第一个成员的话，那么怎么样呢？它怎么样？它要取得它的什么？取得它的索引值吧？取得它的索引值是吧？取得它索引值怎么取呢？就是什么？就是这个 a list 然后是什么呢 ？index of 啊，是不是它是不是可以取得它的值啊，是吧？那你说这个值不是知道吗，是吧？这它的值不就是零吗，是吧？我现在是要取它的值，听到没有？就取这个值啊，这个的话就表示二，是不是这样的？表示二啊，取得二在这个数组里面的，在这个数组里面的索引值是吧？好，第一次的话它是二，那么这个值就是零吧？就是零啊。好，取得这个值之后，我要跟谁比呢？啊，跟谁比啊？跟这个 i 比啊，跟这个 i 比，明白没有？跟这个 i 来比是吧？好，如果说它等于这个 i 的话，怎么样呢？我就把这个值 push 到这个里面去啊，就 a 什么呢？啊，等一下啊，就这个 a list 的二 ，a list 的二，然后什么？来一个 push 啊 ，push 这个 a list 什么呢 ？i 啊。好，那你这么写是什么意思是吧？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的话，假如说是什么呢？第一个二的话是吧？第一个二啊，第 i 等于零的时候，这是二嘛？二放在这里怎么样？这是二是吧？那么它 index of 这个二，然后就是等于零是吧？等于零，然后是这个是成立的，前面是等于零吧？零等于零是吧？这个是成立的是吧？那么就放到这个第二个里面去了是吧？好。那么假如说我回到这个二这里来看一下，如果到这个二这里是吧，到这个二这里的时候看一下啊，比如说这是这个二的索引值是什么，一二啊，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吧，这个是十吧。好，假如说我把这个东西放到这个地方来啊，好，这个时候的 i 应该是十吧。好， a list 十是不是等于二啊，啊 ，a list 十等于二，那么的话，这个是等于二，然后的话，它什么 index of 这个二的话，这个时候它等于多少？还是等于零吧？零就不等于十吧？明白没有？零就不等于十的话，就是这个二怎么样，就放不进去了，明白没有？是不是放不进去这个地方啊？好，那么就是说每次只能放第一个出现的这个元素，再一次出现的元素怎么样，就放不进去了啊？所以说这个时候怎么样就可以达到这个什么数组去从的目的了吧，啊，这样就可以数组去从了啊。好，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弹出来看一下啊，弹出来看一下啊。好， alert 一个什么呢，这个 a list 二看一下啊。好，这个是二四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是吧，实际上就是这样几个数是吧，我就重复了按了这几个数了啊，这里面没有重复的吧。好，这个就是数组去从啊。好。